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微心贤士同修，开经记最后一句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的真实义是什么？就是心安的状态。你要心安，一定要安心。你要安心，一定要有妙法。没有妙法，你安心不了。尤其在现在的社会，竞争的社会，名利挂帅的社会，你没有妙法，你绝对心安不了。而你安心，只有易经、风水、妙法，啊，再加上宗教的素养修行，你才能安住的心。所以我遵照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诵经念经，这道理非常非常的深奥，因为这是让各位见到如来的一个法门，不然你见不到如来。你见到如来，你也跟他不认识，而你又擦身而过。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易经是我们人生方向的导师，风水是我们居住环境融入大自然的法则的一位大工程师，风水啊，那宗教精华啊，就是我们安魂立魄的导师。所以入世与出世，在本圣教易经大学法门都已经寥寥分明了啦。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不要随便退道啊，你们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没有学到好的法宝，你下山就很困难啊，下山容易上山难呐、啊！啊，一旦退到了，你要再回来了，确实很困难。各种的因缘把你卡住、绑住了。我们从易经大学学员这么多啊，到现在还在读的还不少，数量我不能讲，不然呢？国税局要不能扣税，我能够缴税，我也很光荣嘛。啊，所以退到了，个人的因缘都有他的因缘，我们要赞叹他，赞叹同学们他们都有所成就。但是我们还没结业的同学们，最好好好。我们还是啊，不要退道，有头有尾，忠孝仁爱，心力和平，八贤士啊。本微信正教易经大学在今年9月13日易经大学啊结业典礼的时候，我们要颁一个5000年来
第一章的唯心显的唯心圣教平心闲事，已经24年的第一届的同修，在这好像有两位平心闲事，哦，这是很难得的。啊，曾经有同学跟我说：“师父，我读不了那么久，哎，你不能读那么久，就随缘好了，没有两年的死翘翘啊。”他真的有神通，说没有办法读那么久啊，啊、哦，以后就不敢了啦。好、啊、啦，接下来，啊，我们这一次圆通法师，啊，他圆寂了，啊，在本宗门。第一面的唯心圣教天德圣齐中齐念覆盖观的圆通法师是第一位，因为他修到普贤菩萨化身的果位啊，所以为唯心圣教啊汇集了老祖和师尊和师父所开示的啊唯心心法啊唯心道藏。15615卷册已经功德圆满，所以他也是第一届第一章的唯心圣教八德贤士的平心贤士。啊，所以人生在世间上一辈子路要走很长，但是我们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空间我们要给自己找到啊，我们安心的处所。安心处所除了家里以外和国家之外，我们有一天我们回去了啊，到自己的天上界啊，净土做安心的处所。但是安心处所你要用意，你怎么沾你就用硬摇，四爻为我，应爻为回去的净土，啊，净土里面带破，啊，就是很污秽的净土，啊，不能说对了，啊，如果说应爻，啊，就是啊妄想，你去一定是光明天，那么你要回到自己的净土。你就可以先知道嘛，但是有的同修不敢卜啊，一个同修师父，万一我卜了，那个净土，空破木绝修求，那我肯定跑到地狱里面呢。那也有准，也很准。为什么准？因为你卜了卦用一卜了，你就放一起啊，是啊，哇。早已跌下去啊！哎，跌出来啊！世界新兴宗教，一定有你的不好之处，思想、心念、心不安，没有法，没有修，你才会有一天你要涅槃也好，要死了，只会你要去哪里？不要说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那一边是什么？嘿，垃圾堆也有咧，啊，也有很干净的也有咧，那你怎么去？你就自我用意，啊，那么你们普了之后，你们就不要告诉同修诶，不要告诉亲朋好友诶，哦，因为啊，你告诉亲朋好友，啊，亲朋好友，因为终究是好友。好亲戚会帮你落井下石，你说哎，人家人说他死了他去地界了，三公四公就成事了啦，懂吗？啊、哦，你知道了，好了不好了，我就要修，要重新反省，你要用意，我怎么样来修，才不会往生之后进入地狱呢？你从卦象你就会看出来了，从易经与人生小册子里面，你的动摇里面，你坚持的那种动摇就是你的真言啊，是你成就的真言。所以各位
老祖师父所传的妙法多得不得了，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狭隘。我今天要买股票怎么把给，因为你买股票随着大家的福气，而你自己的福气是工业工业，那当然你就跟着拖下去嘛。那么你这样的话挂一张不行，你怎么聊了嘛，我不然啊。哦，所以你有智慧就是如来啦，没有智慧就不是如来啊。所以我们从做土来看，眼耳鼻舌身五官，那到凡是眼睛所经过了，眼睛进入第六，耳朵也进入，鼻子也进入，舌头也进入，身体也是进入到你的第六个阶段，第六境界，境界就执着，把意念。到第七个境界，接着是执着，接着就执着了。然后到第八个境界，进到你的心田。心田第八，就是我们所说的太极，常一切法。所以我们所经过的眼耳鼻舌身五官所看到，会进入到第八个境界。好，有阳有阴。阳为光，它进入光为第九个境界，就是火，就是智慧，这个叫做心，这个心完全光明的叫心。到第十个境界，识如来，说如来也是心，就一心。所以你们看到听到很多修行的术语，讲个皮皮串，要哪里找到心？每个人都有心，只是你所悟的，你智慧，你有悟了，你就会达到上层的光明面越多，越能快成佛。那就是我们所悟的一点点，一点点小我的悟和执着。的悟，你这是光明面很小，所以你的心就不光明，所以我们心要越光明的时候，你就是第十个，就佛，佛心，佛心嘛，也就是为光啊。所以有一些信徒跑来问我说，我打坐要怎么打坐？我告诉你，我坐下来是睡觉休息，你叫我见到第几天？我告诉你，我的天呢，天天都是天，天都在地球，在我心中，九大行星也在心中，宇宙虚空也在心。你要问我照到第几天？所以同修，你要智慧，你才不会被一般，打坐要想。观想你到哪一个世界，到哪一个地洞，到哪里走到哪里，有一个桥，那个桥吊桥叫做奶油桥。你来过要过去，你那听得叫叫你叫回翻头哦，你没有翻头的哦，那个叫你要想，一直假想，错了，你见不到如来了。如来不是用想的那边转来转去，你要找如来哪里找？如来就在这里，在一心嘛。
哦，所以一些很多什么大禅宗或者是坐禅大师，哎呀，在这里啦，常常坐禅大师就三年半的啦，你坐三年半，你那想这类的，我都不相信啦，能坐得下我就不相信。接下来三点半通知银行家，某某先生吗？是啊，你还缺少多少钱？你没来接呗？哦，不要被跳票哈！我在这一直在观想，有人去接吧？啊，所以修行跳票归堆啦，啊，打坐了，在那边禅坐了，跳票了一半以上啊！啊，为什么？你看这太极这一点，还有一个白白的，黑暗的一直白白的，你在那边坐的。你的背后坐在这边啊，这个丹田啊，丹田在这里，前面的光在外面，你们叫他去给你做啥，给你提钱落去银行破啊，没跳票，不可能的事啦，看多了啦。啊，回想在我们搬来仙佛寺第二年，哦，有某某什么禅啊，现代禅啊，怎么样，哦，我们好多师兄去那边修啊，哦，那会的赚大钱，我跟你聊头头，大概用别出来。我一天真正用别出来呢，是怎样，做到脚麻。哦，啊，脚麻呢，想到今天三点半又过过去啊，哦，但今日真没有人敢落啊，无啊，结果脚麻。出来了，回到家里，啊，太太公，银行打电话来，今天有多少票，哦，没有交，哦，你不够钱，所以都退回去了，跳票，啊，结果什么，还了钱，两个脚嘛，佫跪了，佫袂行路，啊，过了几天来，叔，我不要去了啦，要去唔去恁家的代志啊，对不对？要有智慧啦，嗨。做到问心无愧，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你还有烦恼，你就不是禅的境界，那就惨了啦。啊，哦，所以老祖传给我们话，做到问心无愧，凡事用意。啊，你用意，你懂得做道理，时时用意，你做到没有烦恼，你就时时在。禅定之中，你就是时时如来的化身。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如来，因为这太极两仪光明，就是一边的一边光，而一边光。这就是如来嘛，如来嘛，所以有大入如来，大入如来，比如做那佛，不动明王，啊，不动明王就是比如做那佛，另一个圣号，不动明王他成就的法宗，我把它用在我们的本维新圣教的。好，我们的法门里面，那就是一个叫成就，成就众生。成就大家，庄严大家，圆满大家。这叫不动明王。不到明王的心法，啊，我们要成就他人。你能成就他人，你就是活菩萨，你就如来的化身嘛。成就他人，庄严他人，啊，你的亲朋好友，啊，他跟你结缘了，他的人生充满着坎坷，
你要发一个心成就他，帮他忙，以法来会有慧心，让他不要再走在黑暗，成就他了。就我们当下，我们圆鹏法师啊，在桃园开课啊，有公司经营了，每天都在跑三点半在了钱啊，他依照师尊传的妙法易经风水学妙法，为他改了大门，改了办公室啊，老板坐的方位啊，该动就要动，不该动就不要动，让他平静，公司稳下来了。现在订单接了做不了，做不完了，这就是成就他人嘛，庄严他人嘛，庄严大家嘛，这就是菩萨，就如来的化身嘛。所以只有我们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你们可以做到，你们可以做到如来的化身嘛。然而原本他人啊，这个工厂公司老板，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胖，脸越圆啊，就圆满嘛，肚子越大就越圆满嘛，心宽体就胖嘛，所以他就发了愿，他要这担任参加唯心圣教易经大学荣誉董事以外名义董事长名义董事而已所以他发了愿，那就成就相互的成就，我们法师成就他，庄严他。什么是庄严？过去老的师父要做美孙，公司的产品品牌，讲到某品牌都害逃那后来修正改以后事业顺利了，产品又好了，产品的品质又好了所以他就成就了。成就什么？一个非常有信用的企业家成就，那我们圆鹏法师也就成就了他，庄严他，圆满，让他圆满他的心愿，这就是英雄秀英雄嘛，婚秀婚嘛，佛习佛，如来都是一心光明的心，佛若唯一嘛。所以各位，这即是三十二相其中之一的成就庄严的如来法相。祝福各位。